对身体不好啊，可关键是回家吐，吐完我还得给收拾啊。妈呀，后一次喝的可难受了，我说你在我这吐完了再回去，不的就在那装坚强，要脸儿，就是要脸儿。下次你就告诉他吐完再回来。行，下次我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说大晚上晃晃悠悠回家，多让人担心。损玩意儿，我跟他说好几回了，就是不听，你说多让人担心呢，让你费心了。啊啊！我挺担心你的，二姐。怎么的呢？你跟他俩唠啥呢你啊？我不就跟他说，我跟你二姐夫一直没要上孩子吗？你看人怀的。觉得我这嗓子眼有点堵的哈，那个小米粒子，你给姐倒杯水去。哎，是我的呗。那个中了，这个东西你自己留着喝吧，有些事儿不能公用。那个我刚才是憋哪儿了？那啥，你仨给我三个数啊，我兴许能憋回来。一二三，憋不回来，你谁呀？他跟我老公关系挺好的。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是不？以前是，但是后来因为我呀也经常吵架。妈，这小美丽快扶你嫂子啊。不是大美丽，把你弟妹儿媳妇啊。不是，快这意思是上屋里歇会儿去啊，这身板得歇着。 哎大姨啊，他咋的了？没咋地，没咋地 大姨，哎，包子好了别忘叫我。放心吧，包子一半会儿好不了了。哎，那为啥呀？哎呀，别问了，快点，小心一会儿驴踢你啊。驴踢我干啥呀？我别说话了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二米啊，你先别难过啊，咱俩那个分析分析，这里像不像是个误会？不用分析，大姐，这要是我大姐夫，不用像，他就是个误会。对呀，可现在是钱顺风。对呀，这个损种，竟敢跟我俩玩红杏出墙！你等他今年回来点，我要不把脚踢到嗓子眼里，我算他扁桃体长得结实。街坊邻居们，都吃了吗？欢迎到我们社区食堂来吃饭啊！我们社区食堂办的可火了，一个人没有。您吃点啥？这我就不看了，你给我来一盘红色的眼泪。啥味儿啊？油炸花生米。啊，这有。看啥呀？起菜吧。又加点啥呀？加两把椅子。啊，行。哎呀，陈总，你看您今天不喝点啥呀？喝的我都带了啊，光粮无酒，我怕你这儿没有。有，还不少。光粮无酒，人生路好走，喝酒就喝光粮无酒。行，你那太多，我喝不了，我就喝这一瓶就行啊。哎呀，都说钱总大方，钱总啊，您真大方。二姐夫，哎呀，哎呦我天，干什么？请客呢？你可真有闲心呐。咋的了？那个，我把车借给你之后，你把车给我还哪儿去了？啊，我就把车停在你那个物业门口了。物业门口那个车牌子是我的啊，但是那个车肯定不是我的。那车肯定是你的，我停的。肯定不是啊，你看 啊咋的？那个车啊，从后尾灯啊一直到前车灯啊，一道纵贯线呢都快刮漏了。怎么回事？车顶上还扣个大蛋糕，怎么回事？不是笨笨啊，车借给我以后，我开出去给撞了，这可不怨我一个人啊。等会儿，二姐夫，还有俩啊，你拿我车出去拉活去了还？没有啊。哎呀，我拉什么活、啊？二姐夫，以后这车我肯定不能再借你了。哎呀，我拉你什么？哎，喂，你好，啊，大蛋糕车，不是我的，你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我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啥？哦，我现在就给你挪车。哎呦我天，二姐夫，你说你把我车整的，你咋这么淘气呢？笨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田总，这咋你请的人走了？走啥走？没来呢，我请的人啊。我不管你来没来，您的菜呀齐了啊。齐了，放这吧。齐了。这可咋整？哎呦我。
别动，快！哎，小脸你来了，二舅，我刚才看着一个酿色的，啥？我说酿色的，我说一个酿色的，你能明白吗？你什么明？我明白啥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看着一个移动的大蛋糕。你是不是看见一个蛋糕车？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我的杰作啊！哦。二姐过生日，你想给她惊喜，行啊。这过啥生日啊？那是我创的。是，我知道你创作的。出事故了，出事故了。撞的。明白了吧？我的妈，你怼蛋糕店里了。我今天请你来就是找你帮忙的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今天开车出去了。说呀。我说不清楚啊。什么？你这样，哎呀，起来！你这样，来，上车！我跟你说，上车呀！二姐夫，你错懵了，咋的？你让大伙看看，这哪有车呀？这假如就是一台车。你上来，我给你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。哦，你想让我跟你请请再见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上车呀！僵死你！僵死你！不是下棋，这是悔棋呢。你管呢？你谁呀？你咋装？咋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看你这个穿着打扮，你应该是我们公司的王小倩儿吧？你也是这个破公司的？这个公司不好吗？我听得见，说，千万别在这个公司干了。他们公司从老板到员工都狗眼看人低，赶紧走。我走不了。咋走不了呢？你看我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风风火火闯就走啊！嘿嘿嘿嘿，我要走了，这个公司就没有了。咋的呢？我就是这公司的老板啊！杨总，杨总。刚才我狗眼看人低，你看您长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人种子也就长成你这样呗。没谁了，坐那儿，我坐那儿，坐那儿。杨总，你不能这样了，起的比鸡早，睡的比狗晚，你给狗和鸡留口饭吃行不行？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，是整个公司的。没谁了。杨总，在你的车上坐。坐下。下边你是不是想说，这个公司要是在我的带领下，一定能走到世界500强，未来的世界就是我们的。拍马屁，明着拍。明着反拍，暗拍，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学拍马屁？你在门口当门童是我安排你这么干的，我就是想让你踏踏实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从头开始，从大门口走到大厅，从大厅走到电梯，你最好不要坐电梯，你走楼梯，从一楼走到二楼，从二楼走到三楼，一直走到我的办公室，走到我的桌子旁边，走到我的椅子跟前。改掉拍马屁那个坏毛病，长得真本事，我这个位子让给你。杨总，我听得见，说。杨总，你的觉悟真是没谁了。慢走。说的不一样的呀，我会记住你的。服务员，你疯了你？那认点的东西，你随便拿，那不是偷吗你？是，我也没说啥，我就喜欢他。你真的，你让我揣兜里边，我闲的用。那就是偷。不是，那我要放这儿呢？那不是偷，
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头。那我放这呢？那不是头。我就揣兜里试试合不合适。那就是头。哎呀，那行，我就跟手里这么攥着。神经病！一会儿人来了，我跟他好好商量。哎，什么？光顾着生气了，录音机让他们家。我的，你能撒开不？这录音机是你的呀？啊，你说这事儿咱俩还有商量没？能，你先撒手行不？行，哥，你怎么这么商量？从来没有，我放那去。这你看你那人老欺负我脸呢。你是谁？我是这家少主人。回来人了。凭啥呀？就是他，他哥。这个理由很充分，怕啥来啥，没想到美好的愿望实现了。我不是舍命不舍财的人啊，我兜真没钱。那你要没钱，我把录音机拿走行不？行。不是，我要趁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哪信？还没呢。我哪点事儿啊？又呛了我呀！哎呀，我说命运呐！你这是连啥来着？不是，大哥，我真没钱。你不就想要钱吗？啊！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在这儿坐着等一会儿，有钱人马上就回来，行不？要不咱等会儿？那坐会儿吧。坐等会儿。我给你俩，我给你俩拿点吃的去。他们俩好像都饿了都。哎呀，坐着歇会儿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。这录音机这事儿我估计能成，他能给我。能成咱也不能要，咱要要钱。不是你要钱干啥？我觉得录音机比钱重要。我出门就是来挣钱养家糊口，我就是要要钱。你呀就是没追求，我告诉你是录音机老好。录音机有啥用了？哎呀，跟你瞧你俩吵吵啥呀？你一惊一乍的，还能好好合作吗？那你俩呀那呀？咋了这是？大哥。吃瓜西瓜，这还能吃吗？这，这都是你的哥。啥？冒昧的问一句，二位好汉，干这行多少年了？咦，那可是有年头了，那是俺家祖传的手艺。是，我俩都祖传好几辈人。那你俩的祖师爷应该是石谦吧？你说啥啥的，是个毛贼。什么什么叫毛贼？那叫梁山好汉。那就是个毛贼，就是梁山好汉。哎，这这这这，好汉，你们都是好汉，都是靠技术吃饭的。那是那是。我看见你了。你说，是你下来，还是妈妈上去呀、啊？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。他看见了。啊、嗯，这房子你还敢要吗？敢要啊。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、啊、就是个封建迷信的吧，我还真就不怕。而且我觉得黄姐这样吧，肯定不是房子闹的，单身时间长了精神压力大。是吗？这事儿啊我见不得，咱顺着他 啊。哎姐，嗯，姐你别找了啊、嗯、那边没有，你上这边找来吧。别动啊，我看见他了。你看见啥了？你转过去啊。你别动啊！没动，别吓着他啊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淘气呢？这他找着啥了？哎，咋了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姐，你怎么养个蜘蛛呢？不是，他是我宝宝。我不是，你这么大个子，你不是啥都不怕吗？怎么还怕蜘蛛呢？哎呀，是啊，哥呀，我是啥也不怕。这么跟你说啊，老虎、狮子、大象、阿凡达我都不怕，我就怕蜘蛛的。哦、oh, ，我以前不是住一楼吗？啊、一到夏天那虫子往里边爬啊， 所以我想找个二楼嘛。哦，这我就明白了。你看你没出息那样，这么大个个，胆子这么小。喂，顺风啊，啊，
啊，我马上就回家，你放心吧，你先坚持住啊。你呀、啊，哎，唱的太好了，彻底把你大姐夫给征服了，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唱的好，我才回来，你怎么还这样？必须参赛，必须拿冠军啊！好嘞，我让你把他弄下来，你还鼓励他，别着急。哎，大姐夫，哎，现在还需要低调啊！啊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嘛。哎呀，我发现小米成熟了、啊，来来来，小米你坐这儿、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 啊，知己知彼。百战不殆啊，对吧？你现在跟大姐夫说一下，就这次比赛呀、啊，谁对你能够产生威胁？啊，要说威胁呀、啊，应该算胜利小区那个王小红吧。王小红跟你确实没法比，她就会唱歌，她只有这一条道。对，你就不一样了、是吧？你看，咱小美丽大学生是，对吧？会服装设计，在咱们小区那是一流头子，对吧？会模特，咱们小区也是一流冠军，还跟你二姐夫一起做买卖。虽然你没挣钱，你二姐夫都挣了钱了，是吧？啊，是这样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之所以挣钱，是因为你在后边用这种经商的智商在支撑着他，对吧？你看我也这么觉得，我就觉得他智商不如我，是不是？对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是吧？绝对能经商。对对，他是个经商奇才。是，你就试想啊，小米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成功了，你已经是大的企业家了。这个时候各地电视台都在采访你，长枪短炮的对着你，在这个场面突然有一个人说，那个你知道吗，啊，他过去呀、啊、是个业余歌手哦，啊，参加过一个比赛，是个社区的比赛，虽然拿了冠军啊，但是那个投资方啊是他二姐夫，哟，那是走后门啊，挺磕碜的，但是你不在乎这个事儿。谁说我不在乎啊，我不能胜之不武啊。二姐夫，哎，我决定了啊，我要退赛。哎呀，你之前再退赛，那评委那儿我不好做工作呀。不是二姐夫，哎呀，真是个太难了。顺风，哎，为了咱们小米经商的这个前途，你克服一下。对，二姐夫，你就为了我的荣誉去说服一下评委吧。你放心吧，我干就完了。好的，来，谢谢二姐夫。从今以后，我就不再是小米粒儿了，我是米粒儿猪。哎呀，好。好好好好好！哎呦，大姐夫，你可太能骗了，还米粒猪，心里。这现在啊，可跟咱当年的时候不一样。咱那时候爹就是爹，儿子就是儿子。现在说是我女儿，其实她是我奶奶。老哥，爸啊，说正事儿。啊，对，说正事啊，老哥啊，兄弟今天有事儿相求啊。啊，你别，咱们哥们还啥求不求的？你这么着啊，啊，晚上在这吃饭，喝完酒，喝完酒咱俩再聊。哎，你我儿子今天呢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有什么话咱喝醉了再说啊。爸，爸，坐下吧，坐，咱走吧。走干啥呀？那你说一会儿小米粒出来了，跟大米粒长得一样，那还咋走啊？你这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人家有仨姑娘，哪能长得都成一个模样啊？嘿，别，人家说再者说了，这胖乎乎的有啥不好啊？啊，你说你这样的都相不中，你还想相中啥样的？嘿，你说他说，人家行了，人家说自己孩子的，有爸在这儿，闲不住你胖。啊、哎，你今天跟我说说。你到底相中啥样的？我相中那种高高的、瘦瘦的、眼睛亮亮的、智慧多多的、穿个小虎皮裙儿，手里吧还拿着一个小钢管。你拉倒吧啊！还拿钢管的小皮裙儿，你说那孙猴子？孙猴子也行，儿子啊，跟你说，嗯，你就找一个踏踏实实的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啊。你说咱都这样了，咱还挑别人呢？你看你那牙长得都快掉地下了。爸，你说啥呢？谁牙掉地下了？
我牙大怨我呀，那我妈不比我牙大呀？你不也跟过一辈子了吗？怎么的，伤着你了？哎，老哥，哎，老哥，这马上菜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别做饭了，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吃饭呢？跟你说点正事儿啊，你说说。哎，老哥呀，你也知道，你说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四代单传，你说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呀就想抱个孙子。这没错，想抱孙子。嗯，那你是没抱上孙子，你要是抱上孙子，你就成孙子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，你要实在想抱孙子，那你看我行不？大爷，你真逗！哎呦，我咋抱得动你呀？哎，这样，老哥行不行？你呀，把那小米粒儿叫出来，一比一碗，开不开心？我跟他再练一下。好嘞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好嘞。哎，你没落东西吧？包啥的？哎呦，我这记性啊，你要不说就忘着了，一会儿还得来。常来啊。这什么个东西啊？这是？怎么哪儿都有？哎，你追我包干嘛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男人包干啥呀？这包是我的。我的包。别拿人包。我的，我走了啊！别拿人包，你别拽我，你撒手，这是我的包，你撒，我咬你了啊！哎呀呀！不是你别拿，哎呀，哎，他怎么包拿走了？那你问他去啊！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大白，没完了你！拽我包，不是我怕你重，我帮你拎一下。不用，这包我拎得动啊，撒手。我帮你拎。啊、不用，撒手，撒手，撒手。撒手！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要干啥呢？没干啥，没干啥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不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，你来的非常是时候。你离我远点，有多远走多远，快点，离我远点。小米粒啊，你来的太是时候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啥事啊？我啥事儿？我找，让我想想，我找你啥事儿啊？不对，那个，你离我远点行不行？就是咱们不要搞教育五大赛嘛，你不是负责人嘛？我就有几个动作老弄不明白，我先明天就比赛了，你教教我啊？行啊，现在啊？对，现在啊，那来吧。哎呀。这是、哎、我包也放这儿吧。行、哎、我跟你说哈，就是钱面放哪、啊、你改偷了是不是？哎呦我啊，你改偷了是不是？我发现你今天特别不正常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今天特别正常。你往常不这样。我往常我不太。哎，王小强，哎，你到来的正好。什么？我俩要练舞蹈，那个你帮我拿下包。对，哎，王小强，哎，你也帮我拿下。拿不了，我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是这么回事儿，刚才我和几个小朋友弹玻璃球输了，喝了一箱加多宝，着急回家上厕所。哎呀，憋会儿了你。憋不住了，哎呀。咋的？让你憋会儿不行啊？你喝出心啥来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包你必须帮我俩拿着。对，丢东西找你啊。行，那个。冒昧的问一句，里边有加多宝没？你还想喝？不是，我现在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再见着液体。没有。太好了，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再憋会儿，但我不敢保证我能憋得住啊。我不管你憋不憋得住，你必须把包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听见没？看住，看住，这叫啥玩意儿？这叫啊！哎呀。我先出个六，要不要？一个六，一个六，
哎，好呀，就是不要。来，梁上司，不要。你上不去。上不去，上不去，好哎，三张三，打不了，要不起，三张三不要，太好了，一条大龙，要不要？我更要不起了。那你这满手的，我这都没用他大。那我走了，一张九啊，哎呀妈呀！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这么老百姓啊，今天真高兴啊，这么老百姓啊，今天真高兴啊，哎呀过瘾啊。毛叔，毛叔，毛叔，你最后出了张什么？一张九。哦，九是吧？你这来吧，慢慢说，实在的玩不死他们，我这圈可以，可以，尖二大王炸你！哎呦炸！你以为哎你炸，你炸来！炸炸！哎呀，要得起不？不要，走了。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。你这么好的派我梁上司，你不要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行了，我要不起。你要不起？你看看你，你看你这一手站，你要不起，你要不起。不是王叔，你不都走了吗？对，那俩就是想叫我走，不带我玩，对不对？我还不玩了呢，我呀，你不信呐？我这什么人呐？让他叔不高兴，赢也不高兴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我得。他这真生气了，爸，你劝劝他。我还你劝劝他，劝劝啊！老王，一边带着去。杨老王，一边带着去。摸摸毛，气不着。你等。你这你这么大岁数，像小孩似的。我跟你说，老王，咱们俩这是一辈子了，啥关系？对。咱俩那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，你光着，我穿着裤衩。不是，你说咱俩这么多年吧，说句实在话，你别看天天打打闹闹，还挺有意思。真要是没有他这个人啊，我活的还真就不这么自在，还真就不这么快乐。对对对，我为什么那么便宜的价钱把原来那房子卖了？又花这么贵的价钱跟咱家对门买个房子，你有钱呗？我有没有钱你不知道，我是离不开你，我舍不得你啊！行，别生气，老王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我给你鞠躬了。你少来这套，你管道就这样，打一巴掌给个天走，打一巴掌给个天走。那你今天给我一巴掌，没劲。我再使点劲。男儿一口气，流着小河风，感谢大哥。